坚持传统的作业，其成品实用之余，亦充满艺术价值。门窗木工这职类是一种技艺传承。生活上面，木头是跟人最接近、最温暖的东西。门窗木工这个职类，其实可能大家一般比较不熟悉，它是利用各种木工上的传统的榫接，去做成一道门或一道窗。你是从无到有，从开始画图一直到最后把成品做出来。是门窗木工国手苏学义，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，喜欢上木工，后来决心投入心力，一路努力不懈地学习，参加比赛，优秀的技艺学习成果让他有了相当大的成就感，深感自己是让父母亲感到骄傲的。2015年夺下国际金牌，证明自己的实力的同时，也获得保送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继续升学的机会。那时候我就在考虑说，我到底要怎么进到嘉义高工，就是因为它算是我们嘉义一流的职业学校，然后就那时候就知道有技艺学程，然后我就去参加。他们其实蛮支持我走这条，他们觉得就是至少是我的兴趣，对。那他要学习的是各种榫接的变化、应用，甚至角度的结合。那用不同的技法去做出不同的榫接结构，去配合业主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门窗设计，配合少量的五金配件，全部几乎都是用实木的方式去做榫接。譬如说家里需要什么东西，你可以自己做出来，其实那是会让你自信心增加。整个的这个工作程序下来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遇到什么问题，然后我们就会交换一些意见，然后我就会试试看他的讲的方式。瓶颈的话，就是我的时间方面，就是我很难在就是比赛的规定的时间内把它完成，因为我就是很要求细节。他做的东西是几乎到时间结束前才把它完成了，所以并没有很充裕的那个时间去做一些外观的修整的工作，但是整个的细腻度、整个的密合度、加工技能方面都是相当的优秀。就算你没有得到什么名次，或者是得到什么结果，其实我觉得中间学习的过程其实很快乐的。九届啊，18年，18年前得到金牌的事情了，一直到现在才再次获得金牌啊。国手这个名称，就是到业界啊，在以后找工作那些，应该都有蛮大的加分。装修公司所画出来的图，建设公司所需要的东西，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生产这一些东西出来。公共设施的话，像台北宾馆啦，像九份的那个金矿博物馆，还有草山行馆，许多的产品并不是统一的模式跟形体客制化，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很需要这种人才。当然是由主
执行手他所训练过，他有一个基本的配备，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在，他到我们工厂的话，他会更快的上手。我想现在的教育是多元的啦，先学技能，技能学精进了以后，还可以继续读书，继续往学习的道路上面呢 去做整合。那这个是也是一种读书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做中学。做中学的原理推过来，其实就是我们先学技术嘛。我是用技术上我的大学，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科系，就是我为了我自己想学而去学。那最后能够也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出来。这些都是我的作品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哦。